现在我们开始把粉拨一下啊。哇塞，还挺多啊。今天晚上我下厨是吗？哎呀，我们今天晚上做一个什么呢？野菜叶，有笋子，还有蕨菜，还有折耳根、鱼腥草，满意不？你们狗子哥满意不？狗子哥可能有点不太满意，他说他想吃猪脚。没有猪脚，只有笋子。哈哈，看，我们已经把它剥好了，想不想吃？我已经流口水了。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会累死，炒那么多笋子。哎，今天晚上第二道菜，桔根。蕨菜，好多啊！你说啥话呀？你是不是让我打死你？打死你！你看他在拍，你看我们闹出了绯闻，你知道吗？先不洗，直接放盐腌。下一道菜。狗子哥亲点的凉拌折耳根，你来洗吧，狗子哥。为600赔罪。不太洗，好容易。菜准备完成，折耳根，这个也放点盐腌制一下。现在开始煮笋啦。哇，开了！哇，这个颜色好美啊！翻动一下。哇，你们喜欢这个绿色吗？我觉得这绿色挺好的呀。特别大自然的感觉。能顶吗？现在笋煮好了，我们把它捞出来煮第二锅了，因为一锅装不下。这是我们的腊肉，这一坨是炒笋子的，然后再切一坨，再炒那个蕨菜。蕨菜少了点，这样吧，我们用淘米水把这个腊肉洗一下，淘米水是很好的，洗这种油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个腊肉有点肥，是吧？还好。五花肉，很漂亮。好吃。今天晚上的硬菜，腊肉炒笋子。
天好丰盛呀，还可以啊。嗯，还有再来点鸡腿啊。我们的竹笋炒腊肉已经好啦，起锅喽。我的口水也开始流了，我也在咽口水。哎，我不知道咸不咸，我没有试盐呢。开饭啦！那我们还没有酒了。来干个杯。干杯。干杯。我有点迟钝。为我们美好的生活干杯。饿呀，好舒服啊。嗯，爽。恰饭恰饭，有的菜不马上就上来了，给刀烤烤了。过来。嗯，看看。你也听妈打电话的样子，什么时候带开了。嗯，没事，他人查了，但是啥也没事，没得事，哦，没得事，不是。